跟你说，如果要自然生的人的话，可以试一个方法。对，就是说，因为他最大的问题是他多胖是没有关系，可是至少应该要有一点运动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对，要运动。哎呀，那个很重要，特别是因为要生的话，对不对？还要出力，对不对？所以医生会怕说，哦，连你没有在运动，至少有几个方法可以来练习那边的肌肉。他就说，第一个是你去尿尿的时候，你可以憋尿一下。所以这样子你憋尿三秒，对，就是出力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他说如果这个比较不行的话，因为有时候孩子会压到那边的膀胱，他说啊，这样子你可以用手来搓肛门，那出力一下。啊，他一讲这个我就想说，你怎么边讲边笑？可以叫我先出去一下吗？这是女生讲的就好了，我应该要先出去了。人家五口这个全程都笑，不像郭彦均，你真的是我看过，你们家老婆怀孕到生，你们家的新闻都是在哭，爱哭鬼。你住个外，你跟他分开几天你就哭了。可你知道吗？就我就现在又要哭了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是你产前忧郁症，在讲他产，他现在在讲回家了，对，有忧郁症的是他，对，有忧郁症是郭彦均。